你好，我是小刘老师。作为一名中国人，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汉语是我的母语，并且我有教师资格证和一级乙等的普通话证书。我是一个很幽默而且有耐心的老师，我很热爱对外汉语的教学工作，和我一起上课的人不但是学生，而且是我的好朋友。帮助学生能够舒适快乐的学习和成长，是我最大的目标。我将为每一个学生制定一个个性化的学习计划。在课堂上，我是非常有耐心而且非常善良的老师。我的学生会在轻松活泼的环境中学习，但我也会在必要的时候严格的要求你。我认为学好一门外语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兴趣和一个很好的老师的指导。当然，你在小刘老师的课堂上，你会学到我们的中文字是怎样写出来的，比如说这两个字，天空，天空，我们还会一笔一画的写出来这两个字。当然了，我们还要学会汉语拼音，跟我读，学会了这些汉语拼音，我们就可以拼出所有的中文字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那就跟小刘老师一起进入我们的课堂吧，欢迎你的加入。